大家好，今天9月10号，金秋送爽啊，丹桂飘香，来到咱们纽约皇冠社区法拉盛这个飞龙超市啊，来拍月饼的价格。哎，还没走进超市，就看到这里摆了一个羊肉烧烤炉，廉价，长约80厘米啊，价格是69.99美元啊。这个拿来创业不错哈，支个摊儿，我觉得你要在外面卖烧烤的话，买两个啊，差不多就是1.6米的样子啊。这个架子做工还是挺精细的哈，你在网上买的话还要给运费哈，你看花差不多140块钱就可以开始创业了哈，还是非常不错的啊。现在天气不错，卖烧烤生意还是可以的啊。我今天还是骑着我的苹果牌电动自行车来的啊，现在早晨10:01啊，人烟比较稀少啊。在超市的停车场看到一辆车啊，在街道可能在街边乱停车被扯了罚单啊。但是大家来飞龙超市购物啊，这里是免费停车啊，不用说你要买多少钱啊才可以停车啊，随便整啊。早上购物很清静啊。哦，这个是黄竹李啊，不错啊，1.99块一磅啊，哇，好大啊这个李子。哇，一进来就是富贵竹啊，今天天气不错啊，真的是秋高气爽啊。那直奔那个月饼专柜啊，飞龙超市的月饼专区啊，就靠近收银台这个区域啊，我给大家慢慢拍来。首先注意啊，所有超市都一样，所有月饼售后一律不退不换啊，因为这个是实物啊。好，从美心7星半月月饼开始啊，一盒是69.99元，这是名牌产品，美心奶黄月饼45.99元。然后下面是美心双黄白莲蓉月饼36.99元，美心三黄香莲蓉月饼每盒43.99元啊，都是铁盒啊，非常漂亮。美心双黄莲蓉月饼37.99元啊，美心五仁月饼啊，这个是素的啊。然后美心蛋黄白莲蓉月饼每盒35.99元啊，也是铁盒啊，只是颜色有点不同。美心净白莲蓉月饼32.99元，美心双黄豆沙月饼这是素的啊，37.99元。美心陈皮豆沙月饼啊，今年很多这种陈皮的新口味啊，35.99元啊。美心还是香港的四大天王郭富城打的广告啊，还在时代广场有啊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下面是元朗7星半月礼盒，每盒美心奶黄月饼每盒45.99元啊，包装很精美。然后美心流心奶黄月饼每盒45.99元啊，这是盒子的颜色有所不同啊。这边也是名牌元朗巴雅韵月，每盒28.99元，原价32.99元啊，现在便宜了一点啊，给消费者让利了啊。元朗奶黄流心月饼原价32.99元，现价29.99元啊。元朗7星半月礼盒也是打折啊，39.99元。哇，这个盒子太霸气了，送礼啊非常拿得出手。这边也是幸福的家月饼，陶陶居的啊，这个包装非常好看啊，你看像一个魔方盒啊，它的价格是34.99元啊。花语送月月饼礼盒44.99元啊，这个也非常漂亮，用完了还可以来装一些首饰啊，针线盒啊。好，过来是荣华月饼啊，也是名牌产品，第一堂双黄白莲蓉月饼每盒45.99元，荣华蛋黄五仁月饼44.99元，大荣华双白蓉莲蓉月饼43.99元，各种款式哈，包装都非常的精美啊，都是铁盒啊，你看非常拿得出手，买来自己吃啊，或者送朋友都可以啊，特别是这种低糖的啊，应该比较受欢迎啊。这下面还有珍怡这个品牌的，有单黄白莲蓉月饼啊，纯正白莲蓉月饼，双黄白莲蓉月饼，这个是流心奶黄月饼啊，纯正冬蓉月饼啊，它的价格现在都有折扣的啊，价格呢从30多块到40多块啊，大家可以来看啊，它每周都有一些折扣的品牌。像中华老字号举香园的月饼啊，你看它是39.99元，现在打折。还有八星银月月饼礼盒是57.99元啊，也是澳门的，然后澳门的10月初5月饼47.99元啊，这个很大一盒。这边也是澳门的10月初5啊，现在优惠价35.99元，哇，很多折扣啊。稻香村的大礼包原价24.99元，现价22.99元。还有这个台湾的益美
这个好像是苏式月饼这种哈，好像是绿豆馅儿的，也是34.99元，现在打折29.99元。这还有小包装的10月初5的，小盒是5.99元。这还有稻香村的月满中秋月饼礼盒是39.99元，原价42.99元。旁边是稻香村的福音来月饼礼盒，始创于1773年啊，哇，原价29.99元，现价24.99元啊，折扣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啊。很多品牌啊，大家自己过来慢慢看哈，我有些都拍漏了啊。这还有台湾的奇美凤梨酥哈，一盒是17.99元，这个是台湾制造啊，原产地是台湾的啊。这边还有苏式月饼啊，是稻香村的老上海啊，它有苏式五仁、苏式白果、苏式黑芝麻，然后还有苏式椒盐的，这还有一盒了哈，摆在这儿，原价是24.99元，现价是21.99元啊。哇，这还有香港陶大月饼啊，陶大不是做酱油的吗？现在也做月饼了啊，它的口味也是比较多的啊，双黄白莲蓉月饼啊，咸五仁月饼啊，都是铁盒包装的啊。五仁的是32.99元啊，双黄白莲蓉的，哇，力度很大哦，打折，原价37.99元，现价才29.99元。这边还有举香园的中华老字号啊，始创1918年，哇，这个包装太大了啊，送礼啊，你看是，非常的霸气啊，44.99元，举香园的，这也是铁盒的，百年品味啊，广式月饼，现价是32.99元啊。这个是九粒精致礼盒，18.99元。这个是味全的啊，这边也是味全的九粒综合礼盒，原价34，现价18.99元啊。这里还有味全的上旋五仁月饼啊，哇，力度都非常大，现价才19.99元了啊。哇，它有这个单黄红豆沙月饼啊，各种口味，你看不到20元就可以搞一盒啊。还有包括这个上海的功德林的啊，素月饼啊，这个好吃，我每年都买啊。这个是现价24.99元啊，哪天我也来搞一盒啊。这个苏式的月饼我觉得不错，这还有本草银耳啊，这个也可以买来中秋节送礼哈，24.99元。这还有台湾一盒的台哦，这还有台湾益美的综合口味蛋黄酥啊，29.99元一盒，台湾原产啊，核桃，上面还有益美的核桃蛋黄酥、枣泥蛋黄酥啊，都是19.99元一盒。哇，这个便宜了，稻香村的桃酥啊，多少钱？5.99元啊，稻香村的桃酥。哇，今年啊有个特色是澳门的10月初5月饼啊，它是加入了这个陈皮啊，采用的是新会的陈皮啊，这个陈皮入饼啊，有的一拼啊，唇齿留香，回甘生津，美味出圈哈，大家可以买来试一下啊。另外哦，飞龙超市他们家也有冰淇淋月饼啊，大家进来的时候往这个冰洞去走一走哈，就会看到这个冰皮月饼啊。看一下价格啊，还是美心牌的啊，大厂家的，快乐重新，团圆有心啊，冰皮二人世界，一个是6.99元，这种小盒包装的，都是这个美心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啊，这一盒是38.99元哈，它是这个铁盒包装的哈，非常的精美啊，送礼自用都非常好。美心冰皮7星半月45.99元啊，哇，这个铁盒就很大了哈，买回去家里要冰箱够大才能放得了啊。这个冰皮月饼就是这一点不好啊，麻烦啊，要放冰箱。哇，这有美心冰皮芒冻果园，每盒34.99元啊。这是下面这个哈，哇，也是，哇，好凉啊，这个铁盒子啊，每个都有条码的，大家可以验真伪啊。然后这边是美心粒粒初雪冰皮，每盒39.99元，哇，美国市场专用啊，大家看啊，香港制造啊，原产地啊，好冷啊，哎，超市卖这个冰皮月饼也不容易啊，你看为了月饼啊，整这么大个冰柜啊，你说很费电啊，对。总之吧，丰俭由人啊，这个月饼，看你是自己吃还是送礼啊。自己吃呢就晚几天来买，我觉得还会有折扣，因为越到越接近中秋节，这个价格它肯定会调整的，因为过了这个中秋佳节，这个月饼就很难再卖出去了，对不对？除非有些人喜欢拿月饼当早饭。哎，飞龙超市有这个胡桃南瓜，大家看过没有？你看长得有点像葫芦啊，所以叫胡桃南瓜。哇，其他超市真没有，我是
第一次在这个飞龙超市看见啊，也不贵，一磅1.29元，真的很特别啊。拍点飞龙超市的绿叶生菜特价，唐生菜两个3.5元，哇，真的很便宜啊，这个价格哈、啊，两个，这是一个，两个，很新鲜，你看。白菜心也是特价，1.59元一磅啊，看到哈、啊，胖墩胖墩的，非常可爱啊，你看多干净啊，削的啊。这有红苋菜苗，每磅是2.49元啊。这个菜煮出来好像是发红的啊，据我所知，我都很多年没吃过了啊。我妈爱煮啊，在我们四川也有啊。冬瓜和青皮冬瓜都是特价，每磅6.9元啊，非常的新鲜啊。大家看，它是切的去头去尾啊，中间啊非常漂亮啊。那个是大的一点的，这个是小一点的。啊，这里有中国大蒜心，就是蒜苔啊，我们四川人叫蒜苔，这个每磅是8元啊，这个非常贵，这个应该是进口的。这种蒜苔我在我们四川没见过，我们四川没有这么粗的蒜苔，我们四川的蒜苔很细一点啊，口感非常嫩，拿来炒肉啊，用青那个红辣椒。它这个我就不知道是国内哪个品种的哈、啊，反正我四川没见过啊。新疆哈密瓜每磅7.9元啊。这个非常不错啊，你看各个饱满啊，哇，很重啊，拉得很重，因为就水分很多嘛，就甜啊，哇，很多特价，大家自己过来逛啊，我就拍不完了啊。今天主要来拍月饼啊。好，这个烧烤架这里面给大家拍一个全的，这烧烤架可能有个半米高吧啊，看着不错，质量挺棒的，有考虑要创业的朋友啊，卖烧烤的可以过来看一看啊。现在超市门口都请了非裔的小哥保安啊，因为现在超市太多贼啊，贼娃子啊，就是小偷啊，那出门的时候都要检查小票，以前法拉盛华人超市都没有啊，最近啊就是这一年吧啊，各个超市都配了保安了，也好啊，保证大家安全嘛，顾客购物就是很安心放心啊，然后满意哈、啊。啊，今天工作日哈、啊、又太早了，10点过啊。好，拍完视频啊，我也准备再坐在他们家门口把视频给发了。他们家周末人很多的，乌泱乌泱的，这个车全部停满。他们家有两个停车场，还有一个停车场就是在那个法拉盛基兰、深深基兰旁边，两个停车场。所以车技不好的，大家都可以来找到停车位啊，不必担心。在超市门口啊，这里还有一些特价水果。好，今天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点赞、关注、转发、订阅啊，谢谢大家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